有电到，最近还是不要乱碰第二季好。下来的单程地狱节目，我们这个节目呢是把一对男女关在一个普通的房子，给他们普通的客厅，吃普通的食物，90分钟，并且有导师准备4个锦囊，在他们尴尬的时候可以拿出来使用。那我们今天的大来宾是谁呢？隆重欢迎！今天穿那个帅的衬衫呢？对，今天穿战斗服。战斗服。Hello。天哪！你好，我是你们今天的服务员，我叫郭丫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如果喜欢我的服务的话，记得帮我留言5星好评，谢谢。好。是我们台北一家会骂人的酒吧，叫做 Tico My Fantasy 家的长岛冰茶。这道菜是我们的终结孤单。情豆，豆腐的豆。哎，这个蛮猛的。情豆初开。哎呦，这就是我们的重头戏，叫做肉欲之夜。那再来呢，为了来表演到我们的捞面。Yeah， 水还有豆腐。有功夫的哦。好，那祝你们今天愉快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那先吃东西。好，吃东西就很 OK 了。好，我已经开火了。好，等它滚。蔡哥，你是做 Uber 来的？对啊，我说没有，因为刚刚不知道为什么点那个 Uber 要1000多块，然后呢，我就用那个。台湾大车队，然后就变300多块，有时候这样交替的使用。你在包装，你是从象山？对对对对。我知道。感谢支持。哎，真的是蛮尬的，这个节目这个不错。就是这种分是不是？有谁？应该是没有，他只是手拿一个吸管一把。哦，那你要用吸管吗？好啊。好。蔡哥很贴心哎，蔡哥，你第一次跟人家约会，你都会去哪里？欸，所以你其实你也要兼主持人的身份。你要兼主持人，就是我们一般约会的时候绝不会聊。所以你也会是一直发问的那种。会，因为我很不会很怕，就气氛干掉了。不用怕，我跟你讲，不要怕。好，那我不讲。你越怕就会越干。好，我们不要，先不要讲。没有啊，我们要练习，享受那个尴尬，很喜欢那种感觉。就是之前，可是这是跟一个男生，就是我之前跟一个男生，因为我就是我晚上回家的时间，我会非常的自我，很不想要晚上回家的时候，我还要再跟别人 social。然后直到有一次我大一下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很好的兄弟，他就问我说，我那边还有没有空的房间？然后我就当然是客套上，我就说，哦，好啊，可以啊。就没想到过一个礼拜，他就说：“哎，好，那我过几天要去你家。”那你是觉得怎样？超没感觉，就觉得好痛苦哦。然后等到他真的来我家之后呢，反而让我整个大大的改观。就是他晚上都在自己做自己的事情，打电脑，我也是我自己事情打电脑。然后真的有需要聊天的时候，我们才转头过来跟对方聊天一下，可以一起享受那个安静的时光，我是觉得蛮好的。你说想要这样的女朋友？对，这样也蛮好的。那你觉得是怎样会让，就是有什么点会让你觉得这个女生是可以发展？漂亮。我觉得蔡哥他的给人的感觉就是很舒服，不会因为现在很尴尬，因为万一在尴尬，然后他就是很自然的就表现出，就真的就不用尴尬。我觉得如果我是女生的话，我会很放心的跟你聊天，因为是女生啊。他应该是蛮有点尴尬，有点慌，可是他还是会镇定，就是跟女生说不用怕啊，反正我就这样。对，有点长而已。对，有点太长了，已经要黄色。然后就讲一大串，最后说，哎，那你喜欢女生这样吗？说没有，就漂亮。漂亮。重点其实是三个字，跟前面条件也没有关系。其实观众可能不知道说，其实。我跟这个吴颖很早以前就有认识了，算网友。我们是粉丝，粉丝跟偶像。为什么突然都没有加入我们的这个观众群？有，因为有时候直播真的太晚了。哎，跟那没关系，是连留言都已经变少了，是零，留言是零。我都你在嘟嘟笑，下面也是留了很多，留了很多。哦，我们自己。我们自己。好，我们要开始。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。
送听一首彼此歌单都有的歌，方向感。1976。嗯。哦，有。我时间超级。这个很近哦。你应该喜欢1976。有啊，你看。真的耶，有啊。哇！专场的时候，唱方向感，我就直接说出来。来哦，我们礼拜三要唱新歌哦。我知道，我记得。你不要追这么紧，好不好？是拜拜。哦，这好歌哎，好好听哦，好听好听，哎，刚好也滚了。这济南蛮厉害的，还是我们来聊聊学？可以啊，你感觉听的路线不错，跟我的有点像。前面有点小，还聊天还有点还没进入状况，小尬这样子。然后我听到那个环节，我听歌都瞬间放松了。然后他开始就问我问题，我就回答的比较多。李大哥，济南陷阱耳机，介绍我们都丢下来的最新周边《恋爱陷阱耳机》。对对对对对。看一下我们自己做制作会多近啊，再实测一下。哇，就是让你这样子，就是让你肩膀碰到肩膀的距离啦。他们第一次 touch， 你看，对我有看到。他因为刚刚一说方向感，然后蔡哥就直接讲1976，我就觉得就第一个那个对有共同兴趣。但必须说这个设计是有点客制化，因为我知道他们两个的歌路其实很像，但如果像教主跟阿星，他们可能就找不到。共同的歌，阿星可能是听那些比较流行啊，教主就听那个夜店音乐，找不到任何一首歌。你的量，你的类型啊？我觉得那要是可以跟我，就是不要太严肃的，不要太严肃的。对，然后，可是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，啊，我们曼玉长得也很清秀可人，他怎么教这么少歌，或者说一直处于单身状况那么久，是不是你有什么问题？那你怎么回答？那你会这样觉得吗？单身超爆久，我就会觉得怪怪。超爆久到多10年？比如说他可能对十年啊，或者是什么10年？你知道我几年吗？几年？4年。那可以吗？有点久了。那就觉得我有问题吗？不会，我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。但我会想说，你这个人可能真的比较诡异一点，比较怪一点。要么就是你工作环境都没有男生，要么就是你的想法很异于常人。真的是没有什么机会认识。那怎样才跟你结婚？两三年吧。两三年。两年，因为我之前还有点狗狗皮。两年，只要一两年。这可以剪进去吗？可以啊。那你是看到我第几支片？哪支片？就是刚开始的时候。因为你之前都会贴影片在旧片版。嗯嗯。然后我是因为有推爆了，所以我才看到。然后那我知道。对，可是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觉得还好。也不行。可是后来就回去看之后就有屌哎、欸！你很久之前有在 PE 上面回过我，然后里面你就讲说，你觉得因为你觉得年纪也大了，然后你就觉得想要听听看，然后你就说你觉得如果这次没做没关系，就是今天不行，明天应该可以。对，然后你知道你真的话很激励我哎、欸，然后那时候我还把它设成，我赖的动态。那时候刚好我也是。就是在工作的小卡，然后我就觉得蔡哥都这么努力做这些事情，然后我就觉得我还在这里。不会啊，哎呦，好棒哦！对啊，我自己也觉得能量很强，真的有鼓励到我。我也被你鼓励到。到现在我都还记得那一篇文。好害羞。真的很感动哎，剪的时候就有点反，真的有没有起鸡皮疙瘩？就大家太稳低了，我要讲话。就是曼玉说，他觉得蔡哥话有激励到他，然后蔡哥说，现在曼玉讲话也是有鼓励到他，就是从一个爱情突然变成励志。来第二个，锁你爱我，若吹奏失败可换乐器，合奏一曲。这什么？这什么？其实我不知道，有一个敲的啦，敲的。再来一首这个小蜜蜂。好了，这个果然是术业有专攻了。我们要换乐器。他的意思应该是我们可以去弹吉他吧。要不要
的新歌吧？对啊。真的？哎，我拍 MV 吗？可以给你抢先看啊！真的、哦？对啊。不敢逗号。对，你做 reaction。就是没想到他竟然愿意跟我分享，就是他们还没有开上的东西，就会觉得他真的有把你当朋友的感觉，很亲近。就你的那张 rap 很加分哎、欸。真的吗？嗯。好好好，来来弹一个换你。哎呦。上的家，不一样的晚上，有许多同样无聊的幻想。虽然无聊却是很重要的爱，不知不觉总是会落上那些一起看着星星的夜晚，有星星的晚上，让那有星的事千万别留下，亮虽然我们在不同的方向，每个星星都有个伴，再远也不孤单，就像我们永远在一起一样。我有，你说心跳有这样，有电到一下，有电到，对，就觉得一起做一件蛮喜欢的事情。我刚刚看到就是蔡哥拿电脑的时候，然后曼玉在弹吉他，然后蔡哥就是有帮曼玉指那个歌词，然后觉得很贴心哎，蔡哥太赞了。小细节都有注意到，就是魔鬼就在细节。对，真的，这个赞哦。他们刚刚那段超加分的，一开始是曼玉就说他一直有在看他的影片，然后他哪些话激到他，然后后来还可以一起合唱，哎，就是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真的。而且蔡哥好像拿着电脑跳舞，动他很可爱。而且他分享那个还没公布的影片给曼玉看，对，那很加分，对，那蛮加分，因为就是很把自己很私人的事情跟歌还没有上，对啊。大家可以支持一下他们的新单曲《哭吧哭吧逗号》。对，韩剧不是会爱上明星的那种感觉？对啊，对啊。然后他就说：“你今天帮我听一下我的 demo。”对啊，很浪漫，天哪！名人就是有这种特权。你刚刚有没有说你的理想型？我想到哦，我没有讲吗？嗯，我喜欢白的大眼睛的，然后有一点活泼大方，然后有点古灵精怪。那流会流手汗的，会流手汗，我也会流一点，还好。你会流手汗吗？你手汗很强。很强。真假的？哎，你流手汗有一个秘籍耶。秘籍？有一个秘籍，就是有一个小撇步。嗯。就是如果你想手汗，就是一个咒语。还是马上太早。对。所以你现在开始在爆流了吗？哎呀！哎呀！不行啊！是可以。哦，要不要闻？是不会臭啊，因为马戏也会流手汗，大家也会讲。如果我觉得如果不会臭的话就还好，对啊，还可以接受。可能你在荒郊野外，然后可能已经断食断粮了，最后可能就靠就是喝自己的手汗。我突然想到蔡哥刚刚突然说一句，他不是说他喜欢女生活泼大方，有点鬼灵精怪，讲到因为真的有鬼灵精怪，这样算古怪了吧？刚魔导师有说扣分扣分，在后面大喊，为什么？我想请问一下，请问什么？手汗狗人扣分扣分扣分啊！没有，自己会有点害怕，这突然太突然被狗手汗了。但我有个问题，如果是很正的女生，你的菜的女生攻你呢？闻啊，是不是？点了吧，就是狗手汗知道是可以用的，但前提是你要穿的好看，要化妆。你要是刚好男生的喜欢型，那你不要就是很邋遢，然后都已经很宅样出门，然后他还狗手汗，他会怕好不好？他不能管你去。真的，现在他已经化妆三小时了，所以他可以这样搞。对，蔡哥真的很认真听别人讲话，因为曼玉只要说到秘籍，他会发现。对啊，哎，他没有教曼玉说什么什么发音不标准之类的，他就是默默的哦，你是秘籍这样子。这个人很好哎，是你的菜吗？很好哎，是。
没你不行，女生帮对方修眉。你会用哦？你知道你要修太？你要修那种你要什么型呢？欧美的？没有没有没有，维持原状就好。我等一下眼睛一睁开，整个细到不行，我一定要把你杀掉，我会把你们家大闹一番哦。我很想看大闹一番是怎样。我所有的椅子、所有的桌子，我都要把它翻到地板上。我用那个火锅烫你们全部的，他们全部有回来，我都烫一轮，我才会离开。有没有剪到很修到很多？你们不要搞那种整人节目啊，跟我们公司合作是不是？等一下你就出来。刚刚那个蔡哥，他就是故意在曼玉秀眉毛的时候，然后就是开玩笑说，你如果帮我秀很短、秀很细，我就要大闹你家一番。就因为有时候两个人靠太近，然后双方就会有一点点的尴尬和害羞。然后可是蔡哥这样一讲，就是两个人的气氛就变得很欢乐。所以这是蔡哥故意设计的，我不是很生气吗？这蔡哥是不是恋爱高手啊？对啊，感觉是。可是我觉得他是很，他不是那种很油的那种，诚恳的。对对对，他都是藏在细节里的那种，对，藏在细节里的恋爱，就会很容易跟他变成好朋友。对啊对啊，就会突然他做了什么，就觉得他很心动，一切都是他的算计，真的。他就是恋爱达人，射手座，厉害厉害，他又是射手座。第四个锦囊，穿上连体婴，一个茶叶蛋，这什么怪衣？他把衣服蒙在一起，哎。你自己做的吗？哥华做的啊，真的，好厉害！哎，蛮强的，好用心在做这种费事哦。他们很会想企划呢。如果女生要求你跟她一起穿情侣衣，这种的我不行。你是说连在一起也不行，还是这种的？好强哦，真的好强！这超智障啊！超荒唐的一个节目，这节目还是不要让他做第二季好了。救命！会非常的害羞，因为我很怕碰到他。就是会那个怕生理期反应。生理期哦，要讲太多了吧？有点太多。因为男生很容易啊。哦，是的。那我们这种血气方刚的，对，目前是这个状态，所以还 OK。没有，你不能出这一只手，你只能出。哦，对耶，你好会玩哦。谢谢。哇，这个真的很强耶。耶！又没有 get 到重点。对啊，因为你很怕蛋掉，所以对，这样子，哎，我怕蛋掉，蛋掉，现在一起来吃这情况，蛋掉，但没有人 care 那个蛋，好吗？你知道我连以前学校的作业我都不会拿尺起来量，直接眼睛目测。那蔡哥就这种量，我就像先量，真的是厉害厉害。就是量他们刚好不会太挤，还算舒服的空间，不会算起来变那么，就是最强的距离，跟最强的一样，真的。然后有一个黄金的那个分数，真的再不公布，再不公布。有人想要陷阱耳机，或是那个连体婴的，在下面留言。我觉得蔡哥很好，是他会就是洗白衣，蔡哥身体很健康，身体棒棒。哈哈哈哈哈！蔡哥洗白衣是吗？好魔女，为什么？哎，还没讲最后理想型，补充一下。我讲理想型，然后你跟我斗是怎样？站起来听啊！我们最难控制的来宾。起来动一动，就是要聊得来，要北来一点。外表，外表的话，外表不要就是要壮一点，然后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皮肤不要太白，不要太白，最好是有在冲浪。整个全部的那个气氛都是维持在一个很舒服的频率，就蔡哥到后来就还到处走走嘛，还把猫抓上来，然后曼玉蔡哥站在这就站在这，然后曼玉就这样看着他说他喜欢，但郭要导师说蔡哥站起来有别的目的，可能是血气方刚，身体有一些那个不同的反应之类的，所以赶快站起来，然后抱猫转移注意力，用猫遮住。画面变成这
怎么还不笑？干什么还不笑？因为你太多了。不行不行，教主怎么那么懂呢？最好前面的性别。如果我是女生的话，那如果认真说，蔡哥算是你喜欢的类型吗？是。一半一半。一半一半。嗯，一半一半。因为我比较喜欢又白又大有金的，麦玉肤色比较黝黑。皮肤黑错了吗，蔡哥？皮肤黑了。好真实的一段访谈。那他的个性怎么都不错，所以只要肤色这块克服了，其实就 OK。对，可是他因为麦玉踩到我以前一个惧怕的点。什么点？麦玉是我的观众，你不能跟你的观众。对，因为他没有那个狩猎的感觉。哦，他最近没在看啦，这样可以吗？本来有看，后来又不看，这样有没有狩猎的感觉？有，我抓回来。哎，我们全部锦囊都拍完了。对啊，放松。天哪，怎么会有这种这一天？好夸张哦！车子还好，还好，还好。真的，哎，真的没有，我真的没有想过，哎。怎么说？是不是今天蔡哥真的有看过两次？对，一聊聊聊了两个小时。对啊，太夸张了吧？那请问给几分？90分。我们的。聊的东西啊，一些个性上蛮搭配，所以原本就有80分，然后加上你那四个锦囊，我说真的到100分。哇塞！那锦囊我觉得蛮用心的，是个优质的节目，希望它有下一季。希望，我也希望。好啦，如果有下一季，对不对？我私人赞助每一集10000块，真的假的？的拍摄费，跟我们整个费用不到10000块，我还多赚，我多赚多拍就是了。你先要帮我上桌，感谢蔡哥赞助播出。好，谢谢蔡哥。证明这看见已经不是蔡哥了，现在是我们的蔡董，他是我们的糖果爸爸，对，第一个糖果的 YouTuber， 不是厂商，而且第一次有人说要赞助我们节目，他一集10000块，很多哎。然后我爸妈说客套爸爸，我说不是吧，我们当真嘞。看完整版了，好，我再寄给你啊，120分钟，超级长点。而且他们几乎都一直有在聊天，就是没有很尴尬，不会尴尬，这样很好哎。然后就是问麦说，哎，你们有联络吗？一直在问后续，那有吗？欢迎在下面留言，想要再看到谁来参加我们的节目，或是想要来报名的，可以下面留言，还是可以报名。最后感谢我们的蔡董，最后感谢，谢谢蔡董，下一次就靠蔡董了。那你会觉得那个吗？就是大家都说水果不爱吃，因为我有那个强迫症，我赖就会回。你不能看到通知。对对对。所以你通知都是赶紧。对，所以我之前把那个 A 片群组退掉就是这样。